像是按钮。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？我在你身上装了追踪器。最好是在哪里？这里。干嘛？你这样看我？不过我都没出现，你怎么会发现我？我也不知道怎么说了，就是一种感觉，有一种你来了的感觉。虽然你很神秘，都不告诉我你是谁，可是就算你不告诉我你是谁，我都会选择相信。只要你在我身边，我就觉得很安心。家。哦，我们回家。怎么可能？再痛也无法重头。